我勾搭谁？你说，先说。我他。哦，我勾搭他呀，那我是勾搭了。我天天勾搭他，我勾搭他十几年了，我必须勾搭他，我不勾搭他，他不高兴，是不？啊，对。你俩在这一起臭不要呢？哎呀妈，这叫臭不要啊！我今天给你来个完美的臭不要，看着啊。哎呦，太明目张胆了吧，这也啊？这还算明目张胆呢？我告你俩去！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这么告我不行，你没证据。来，你干啥？手机举起来，你拍个视频，这就当证据了。为了让你能够停好车，我今天还就臭不要了我。我爱你。哎呀，赶紧捡起来，保一条，快点的，老公老公，哎，继续说你爱我，快点，继续说。你等我，你叫他啥？老公？这是我老婆，俺俩两口子。俺俩两口子，哎呀，俺俩两口子，你气人不气人？有那么好笑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控制不住我的情感了。哎呀，我受不了！你说的是他们家保姆啊？是你刚才不进来说跟我们全家那过不去吗？我不是怕沾包吗？行，你家人厉害啊！我上一次来，全家合着伙的调理我，这次俩人就把我给涮了，是不？我跟你说啊，不是我们涮你，是你自己涮你自己。你可拉倒吧！我跟你说，锁你车不是目的。那你目的是啥？是锁你的车。为啥锁你的车？你老乱停车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停哪儿呢？小区有停车位啊，你进停车场啊。他不让我进啊。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？我没钱呢。没钱你买车？那不有停车位吗？我就买了辆车。有停车位你停啊。他不让我进啊。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？我没钱呢。没钱你买车？他不让我进吗？你进呢、啊？你没钱你能让你进吗？那他不是有停车位我就买了辆车？停啊！他不让我进，没钱你有车呀、啊？能不能从停车位里蹦出来呀？行，赵刚子，行，我乱停车了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？我找不着你人。你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？上次拉你家电闸，找你就找不着，打电话你就不接，我今天打了你仨电话，你还是不接。你的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你就不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存下来吗？现在什么社会的还存电话，多老土啊！那你说咋不土？加微信，加就加，扫一扫，摇一摇，咔嚓咔嚓咔嚓。叫啥？金刚钻。你叫啥？瓷器活。加上了哈。加上了。咱俩就是朋友了呗，就是朋友圈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咱俩现在就按圈里的规矩来。行，你先晒一下你的想法。可以，亲。是这样的，小区就是咱们的家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对不对？对家得爱护。你像你这样不遵守规矩，乱停车，别人都出不去了，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？我是物业，我要不管的话，是对你不负责，对业主不负责，对咱们整个小区不负责。句号。在。我能不能回复一条？可以。我不是不想交停车费，我刚想去交，咔嚓，钱包丢了。我刚想去补卡，咔嚓，你把我车给锁了。你说我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要等会儿。你今天丢钱包了？呢？你在哪儿丢的？我要知道在哪儿丢的，那还叫丢吗？那叫掉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撂在咱小区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在小区刚捡了一个钱包。哎呀。那是我撂的吧？那不一定，那咋能证明是你撂的呢？我问你，你那个钱包是个啥样的？是个包。那不跟没说一样吗？你钱包里有啥？有钱。那不跟没说一样吗？除了钱还有啥？卡。我对你的智商堪忧。除了钱和卡还有啥？还有一张照片。你等会儿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真有张照片哎！这照片里边这个女的是谁呀？我妈。
那不行，你不能说是你妈就是你妈呀，那咋证明她是你妈的，对吧？你不能随便说呀，对吧？我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？那你必须得证明她是你妈，你不能乱说。屏保上是我妈，是吗？啊，对，是一模一样，这钱包真是她的。那行了，物归原主，拿走吧。你就这么的还给我了？怎么的？怎么还的？还搞个仪式啊？拿着。你知道这里有多少钱吗？我不管多少钱，你看看钱少没少啊？不是，我是寻思着哪个二傻子捡了能还给我呀？不是，你意思我二傻子呗？不是，哥，我意思是你是寻思着别人捡了你这个钱包不能还给你？那呗。别这么想啊！你钱包里边钱再多。那也不是我的，那是你的钱，别老把人想这么不好，明白吗？咱这世上好人多，此地有雷鸣般的掌声。哥，谢谢你，我真心真意的感谢你。这会儿知道谢我了？不是天天在小区里面追着屁股后面骂我的时候了。嗯，这我跟你说，你这钱包可不能丢。钱无所谓，你这样也不差钱，关键是你这里边卡多呀，你是没见到全是卡呀，你这卡要到银行里边补办的话，那可就天荒地老了，明白吗？啊，哦对了，还有我呀，今天呀锁你的车的时候，我一看哟，你这车呀是豪车，但是你这轮胎有问题，知道吗？你指定是个新手，老跟马路牙子过不去，你那轮胎边上都磨薄了，天儿马上就要热了，容易爆胎，你要万一爆胎的话，那就不是钱的事儿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我建议你换两个前轮。怎么的？你要四个轮全换呢？哥，哎，一开始的时候你这个人挺烦人的，后来呢，熬过这一波呢，我又觉得你这个人挺男人的。其实你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形容，哎呀，松开！你最好还是形容一下吧。形容啥呀？就哥他可爱，他可爱啥呀？一根筋，那是执着。二傻子，那是实在，专跟你过不去。那咋不跟你过不去呢？那是跟我有缘呗。他是头倔驴。那怎么能是一头驴呢？那就是一匹低调而有性格的千里马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一惊一乍的，给我自己也吓一跳。干啥？我想问你，你干啥呢？我给黄小黄留这个停车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爱情道路就像你的事业一样，一个坎儿接一个坎儿的？啊，赵经理，你一定得帮我啊！你知道，这么多年秘密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，今天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助他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咱有车位，让我帮他占一个。你说我俩这关系是不是？今天你得帮我把这个车位让给秘密，好不好？咱俩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实在话啊，我也是一个过来人。啊，你这此时此刻这个情感我是能理解的啊啊！我知道你喜欢秘密，但是这个车位呢，得给人家黄小黄留下。凭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情况是这样的。嗯，刚才黄小黄给我打个电话，他说一会儿找我来，有大事跟我说。他说了，要不给他留这个停车位的话，这个事儿就能出笼。他说，第一，他影响我的形象以及隐私；第二，就是关系到社区以及我个人的安全。哎呦，第三，最关键的，他说了。关系到我的人生能够挺多久，而且他还说了，否则他就嘟嘟嘟嘟嘟他就挂了。你说否则他万一否则了，还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那醉了那呀。对呀，所以这车位得给他留下，你说呢？啥也别说了，这个车位就留给黄小黄了。赵经理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于小脸大义灭亲的事还是能干得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哎呀，好样的！我跟你说，好，你今天你可让我对你刮目相另眼看啊！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你这个脸你一点都不小，你非常大，哎，
啥意思你？而且你这脸上现在冒油，油你这带油彩，好样的，啥意思？这就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对吧？做好事儿，好好发展，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。是，就你这么干下去，在不远的将来，你就能当上副经理。哎呀，说这个话我心这个酸呐。你想想你，我当副经理了，咋的？你退休了啊？还有这么多年的，我就不能升一级吗？哎呀，忘了，我就一直干这副经理。忘了还有正，我就不能当个正经理？你当副经理，瞧你这，这得当正经理。哎，经理啊，我要当正经理。不是，那个，我田经理，你什么指示？嗯，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行，你放心吧，马上到。哎，快快快，我去了啊。哎，对了，哎，那个，这个车位是谁的？黄小黄。他就。炸的，尊敬的业主黄小黄女士，请您验收你的车位。呀，训练挺有素啊，受谁指使啊？赵副经理。呀，赵副经理行，挺办事儿啊。还挺办事，啥事我都知道了，刚才跟我说了。啥事儿？说你有重要的事儿啊，就是什么、啊、哎呀，什么你什么隐私，什么啥隐私啊，什么反正安全涉及安全，他的安全生命，总之这么说吧，就是你呀后半生要是没有这个牌位的话，基本就活不了了。我后半生有这个牌位我才活不了呢。口误，车位呀。就是总结一句话吧，就是你需要这个车位，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，是吧？严重啥呀？啊？逗他玩呢？我重刚子我不说严重点，他能给我留车位吗？他的驴脾气一上来，什么人说话他听。哎，不是。不是我没明白，哎，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，就是我叨的隐私，完了没有的事儿。你的意思？我逗他玩呢。那你的意思就是假的？那明白你们的意思了。啥意思？在这扯犊子呢，是不是、啊？那怎么能叫扯犊子呢？那叫啥呀？套路。漂亮，完美。哎，黄小黄女士啊，你看见前面那个路了吗？看见了。哎，一直走。哎，一直走，对，别回头，一直走。怎么了？简直走，然后右转就到你家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影呢？咋不正经呢？切！我看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这谁他妈正经啊？哎呀妈，这人正经。爸，你搁这儿干啥呢？你偷摸来吃肉来了？吃什么肉？老板娘，我烤的两串蘑菇好没？啥蘑菇啊？我这就不卖蘑菇。你烤两串大蒜吧。你看，你让我说你啥好呢？那医生都一再说你这身体不能再吃肉，不能再吃，你怎么就没记性呢？你看咱全家人陪着你一块都仨月没吃肉了，你跑这偷摸一串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我跟你说，要让我妈知道，回家不收拾你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那肉有啥好吃的？多吃点新鲜的水果呀、蔬菜，对你身体多有好处啊！你看我就不爱吃肉，就20多年了，我身材一直保持这么苗条。这我就爱吃肉，这50多年了，我身材一直保持这么苗条。爸，你看你咋这样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偷摸吃肉回家，我告我妈。王小强，哎，快点来，跟我走逛街去。好嘞，王小强啊，那个我跟他说两句话，马上我就让他去，我有点事儿。啊，那行，快点啊。嗯。串儿拿来，来，这儿呢，二串一根都不少。天哪，肉呢？我替你撸了。不是我的肉，你给撸了干啥呀？你不吃的话不凉了吗？那你吃了，你结账啊？凭啥我结账啊？那你把肉吃了，你凭啥不结账啊？小美玲，哎，我结，我结，我结。行，你就这样啊，你小子你就记住，我家小美玲，我就是养着她，我将来喂耗子也到不了你手。行啊，我现在就告诉小米粒去啊，说你搁这家撸串，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小什么？大哥，哎，刚才那女的谁呀、啊？我女儿。
哎呀，你女儿太厉害了。那叫啥厉害？她妈比她还厉害呢。她家就看着我，就不让我吃肉，全家人陪着我不吃肉，一挺三个多月了，三个多月。这不拿你当兔子养了吗？还不如兔子呢，那兔子偶尔还能吃个胡萝卜啥的，我吃那玩意儿一骂绿。那你也太惨了呀。哎，你媳妇儿属啥的？属羊。这就对了嘛，属羊的吃草嘛，像我那属虎的我就得吃肉。这属羊这玩意儿挺准啊。是啊，属羊的就吃草，属虎的就吃肉啊。那你属啥的？我属狗。哎呀大哥，你吃的有点杂呀。对，我给你烤骨肉相连的。你不要骨头，就一骂来肉吧，给我来二十串肉串。行，我买一赠一，我给你烤四十串。再给我来俩大腰子。给你四个。哎呀，老板娘真傻了，太傻了。双龙打岔的战术，我让你看我怎么用这个战术化解矛盾。锤吧！哎呀啊，人家说了你一通，你假装听不见，嗯，然后你就化解矛盾了。对，骗谁呢？你肯定输。哎，我跟你说啊。愿赌服输，你输了你可不能反悔。我要是输了，这200块钱归你。好，你要是输了呢，再给我200块钱。好嘞，啊，啊不是不是，我把200块钱还给你。你怎么这么抠啊？你要是输了，你得交我200块钱学费。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不能输。你看咱俩谁输谁赢。好，那咱就赌一回，看着看看谁输还是谁赢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好大舅啊，哎，快点喝水。好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哎，我给你倒，我给你倒。好。哎呦，我说老范呐，你说这家里来个企，他把沙发做个坑，我说你就不能帮我干点啥呀？啊？你说你这一天天懒的，天天闲着也闲不够，这人还说你呢，老范，这有外人呢，你这么一夸我。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妈，我也没听出来咋就夸你了呢。我这叫夸你吗？你把那话再说一遍。我说你懒，天天闲着也闲不够。老大舅，你听见没？闲不够，都听见了吧？啊，他说我是一块他永远都稀罕不够的小鲜肉。哎呦我妈呀，还小鲜肉。瞅瞅你那堆囊囊脆，贼可爱。不是老伴儿，这辈子除了你，我谁都不爱。啊，这下差打的。哎呀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说你今儿个这么一打岔呀，打的我这心里还热乎拉的呢。哎呀，亲爱的老头子，你要再过来，我就该躺下了。哎呀，老范呐，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啥事儿？出去一趟，替我买点菜。拿钱。哎，给50。不够。啊？你看他大舅大舅妈来这么多人吃饭，50块钱呢，不够。不够你就自己添点呗。啊？拿这听不见了，别装听不见，不够你就自己添。买啥烟呢？他大舅不抽烟。我不抽烟。行，你可别装糊涂，我再给你50，拿着。这回够了。这回听清了是吧？早点睡，早点回来。哎，这老东西。